大家好，我是 Jay Gibbs。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Fremantle， 这里是靠近海边，然后我们今天会来这里去他们的早市，还有早市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还没吃早餐，我们要去吃早餐。还有，我们带到你去看整个 Fremantle 是到底是怎样。哎，还有刚好这个公车它是免费的，可以带你绕整个 Fremantle 的地方。来，我们一起去。决定要吃什么了 ，Angie 已经决定了。好，我们要吃哪一个 ？OK， 好，我们要一个 chili mussel， 还有呢 ？Salad， 哪一个 salad？ 不知道哎，我们有一二三四，一个 garden salad， 一个 chili mussel， 我想吃一个 lamb cutlet， 还有呢？本来你要哪一个？还有哪一个？好 ，OK， 我们会叫一个 notch， 我们叫一个这个，然后一个 chili mussel， 我们再叫一个 lamb cut， 你要进去吃这个。All right， can we actually sit there or no？ We just do two. OK， cool， thank you。你这样等个这样。我们今天是坐37号。哦 ，Angie 的 Ice Coffee 来了。尝尝看，看好不好喝。哇，好大杯哦。好喝吗？好，这个是我的。我要叫这个 Lemon Lime Peter， 不知道好不好喝，再试试看。
子的味道，真好喝的这个。它不酸，但它有梅子的味道。嗯，要给 Angie 试试看。喂。这是 lamb cutlet， 还有 the chili mussel， 哇，还有 Angie 的这个 nut， 它里面是有啊 parmesan， 然后还有这个是 chili mussel， 哇，没想到它的分量很大哦，你看我的手，不知道吃不吃得完哦。好了，我们要开始吃喽，是我这个羊肉，哇，你看。太漂亮了，我不舍得吃。这是我第一口喽。我不客气喽。嗯，好吃哎。它烤得非常好，很有那个烤肉火的味道。它里面有这个红萝卜，还有一个就是洋葱吧，一个大的洋葱。哦，不是，这是地瓜嘞，它是地瓜，马铃薯，还有这个红萝卜。哦，我觉得好吃。好，老婆你也要吃你的，感觉看下去好好吃哎，你看。还有哦，别忘了，它这个是 gluten free。怎样？味道如何？它是好像蚊子的味道。好像什么？蚊子。哦，蚊子哦，墨奇，墨奇吗？墨奇的味道，墨奇的 texture。哇，我跟你说，我自己也忍不到了。老婆，我要吃，我要吃一个哦！你看，它真的感觉有点 QQ 了嘞，试试看。嗯，有，但是它有点粉粉的。它是 homemade。啊，对，它是手做的，还有这个 chili mussel， 嗯。拿一个这个好了，感觉这个好大了。这个，还有那个酱，哇，我天啊！你看，哇，好，我把这个马手拿出来。海鲜的味道很重哎，很新鲜。嗯，我知道 Angie 现在很想吃了，是。嗯，太棒了。好了，我们别浪费时间。
哇，很饱啊、哦、现在非常的饱，我们刚才总共吃了101.3，吃了三个套菜，然后两杯饮料，还 OK， 还好，好吃，我觉得好吃，气氛也好好。好，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去另外一个，就好像一个超市，它里面有很多当地的文化，他们卖很多当地文化，他们有一些就是当地的阿宝，当地的土著人，他们有卖一些他们的手工的东西。我们现在要从这里进去，然后它就在旁边。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超市到底有什么，记得收看我们第三集的西澳日常 Live in Western Australia。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呢，请给一个赞，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订阅哦，记得分享影片哦。